我操，忘跟你们说了，巨重要的事。昨天碰到个骗子，洋骗，他改我丫丫的 ID 去加火箭龟还有浮生，骗号骗钱。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也能骗吗？千万主播是不会主动丫丫加你们任何人的，尤其你们这种喜欢挂在我丫丫的，有这种 ID。主要昨天是什么？昨天正好我们在一起玩游戏，正好在聊天，这个小丑他妈不知道，然后他勾巴加那个加火箭龟，第一句话一去发个高分号睡不着，他就冒充我，然后其实我们都在一个丫丫在那儿钓他骚鱼。他妈的，本来以为是水友在搞怪，你们知道吗？说调戏他一下，然后他妈后面他说发个号，本来他妈说调戏一下他，然后你看一开始一去发个高分号睡不着，我还特意让火箭龟全截下来了，然后他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商量了，看他到底是水友还是他妈真的骗子。他如果水友就调戏他一下。调戏他一下玩一玩，然后结果是骗子，然后就这样说周中标不是你在上着吗？然后他说发个一区高分单双号，然后直接发了个他妈码过来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付一下，我让刘刘汪转你支付宝，赶快赶快！这么鸡巴变态怎么吗？还有对，带流洋氓的变呀？态。我转，然后就继续让火箭龟骗他，说我转你微信了，我支付宝没钱。他还是太不懂周中庙了，周中庙绝对不会让刘刘汪转。然后你看他，就我丫丫的资料全改，全偷过去了。我看看。但是他有一点没有偷，老子丫丫是女的。老子丫丫是女的，她这辈子都没有想到，她偷了半天，最重要的没偷到，小真有丑，这种人啊！真有，你们真得小心一点，主播绝对不会主动加你们的，主动加你们绝对是洋骗，而且他还有一个最恐怖的事情，因为不是火箭龟和浮生他都加了嘛，然后火箭龟是跟他在打字玩嘴，然后浮生是跟他发语音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浮生说哥巴你发个语音过来，打个语音，然后他最骚的是什么呢？他最骚的是录了老子一个笑的声音，就那个哈哈哈，他录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录完之后，他把语音接了，放老子那个录音，放完之后就挂了，然后说了句你他妈的你太吵了，老子挂了，哇，巨恐怖！现在的人都这么专业的吗？玩我的，巨他妈小丑！主要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一开始就以为是水友在搞怪，然后后来浮生说钓一下他玩玩，然后结果他妈纯大洋骗，老他妈 CF，洋骗鬼这种，纯粹的喂，小丑。求生啊！怎么说？讲一下故事，浮生。啊，昨天那个，对，昨天那个存储对，，OK，昨天他妈的，我们几个正在打 OW，忽然有一个叫 CJ 海的人加了我的 YY 好友，然后他就先是问我，我看一下，先是问我啥？先是问我。发个一区高分号，数很急，然后我就说，你的号不就是大师吗？他说，我要单双高分号，懂吗？我说，好的，太爷，我发你微信上了。他说，微信手机在刘刘汪那，懂？然后手机在刘刘汪那，只发我 YY 上。我说号主只让发在微信，我已经转你微信上了。然后他说，
你难道信不过我？手机正在流流汪呢，我看一下那个聊天记录还有没有啊？太哦，夸张了。对，哎，我有聊天记录，我发出来，我发出来，然后我就给他打了，想笑了。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，我说接一下电话，他就先是挂了，然后他又给我打来了。放了你的那个笑声在里，那种纯傻呗，然后就挂了，说我这边巨吵，然后就是把我电话挂了。你看我发公屏了，你直接播放公屏，啊？还有聊录天音记录，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有聊天记录。哈哈哈哈！真他妈小丑啊！手机流流汪拿着，然后开始给我发，帮我付一下款1030。他说我等会儿让流流弯，流流弯转你。我说我转你支付宝行不行？他说我手机在流流汪那，怎么扫？你帮我扫。然后就跑了，把我删了，纯小丑。他先是骗号不成，然后就直接给我发了个二维码让我扫。他说手机在流流汪那，等会儿支付宝转你。怎么了？这是小丑，那个转账的在那个火箭龟那，太夸张了！反正那个截图在火箭龟那，我这只有聊天的截图，纯小丑这人。